记得爸爸去哪儿，口碑好，人气高。当然，开始大家就超期待的三七哥和小小春，完全没有让人失望。小小春软萌可爱的样子，实力圈粉，让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瞬间都变成迷弟迷妹。Yeah! English news. 啊哈，啊哈，啊哈。和火爆的山鸡爸爸相处的模式，常常看着爸爸的脸色做事，也让人感叹山鸡的儿子不容易啊。但是春哥的温柔是根据双重标准来发放的，对着可爱的小胖虎时，总是满脸爱意的。宝贝，宝贝，我是你的大叔，一生陪你看日出。我想亲你，我想亲你。其实在经过几趟爸爸变形之旅，原本春哥和 Jasper 生疏僵冷的父子情也渐渐变得越来越亲密，冷酷的春哥终于掌握了温柔技能。 I love you, Jasper。最新一期节目组真的很坏，提问了天下孩子们最怕最不敢面对的问题。我不要。默默在一旁看到 Jasper 一脸的难过和不安，再怎么冷酷的春哥都忍不住喷泪了。贴心的 Jasper 立马抱着春哥不断的安慰，看到这一幕番薯真的哭惨了。想当年的山七哥现在年纪真的也不小了，第一部的古惑仔电影已经是1996年的事了，而最近成龙再度集合了古惑龙门，打算再度拍拍这个经典的系列。与其将古惑龙门打打杀杀，不如将他们各自带着孩子一起去旅行吧，因为爸爸去哪儿播完后，我怕我真的会想念 Jasper 啊。